首《何日君再来》是旧社会舞女劝客人喝酒时所唱的，近年来被资本主义台湾女歌手重新演绎，是典型的黄色歌曲，宣扬色情、淫秽、颓废内容，腐蚀人们心灵，是人民群众的精神腐蚀剂。黄色歌曲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靡靡之音，破坏社会主义精神基础，极大毒害广大人民群众。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我们正面临一场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，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必须消除一切黄色文艺的影响，黄色歌曲更不例外。